今天是自驾游的第一天，上几天也自驾游过，自驾了100多公里，那个属于演习啊。今天是正式开启自驾游，然后呢，这属于改装之后车里都装完住的第一晚，下边居然有反光条，我以为我这个车没反光条，我还要去买去呢。白天看不出来，这还真有反光条啊。住的第一晚上，今天门掉了，让我们又安上了，幸亏有个电钻，买了个电钻。这个门掉了其实也不怪人家，这个风大总是这么哎，就这么来回整，整了好多次他就给那个荷叶就整掉了。看我的车里还现在这个状态，下边装的东西哈，一堆东西，然后这有电了啊、哦，以后我就不缺电了，这啥都能，啥都能用，还插排，220伏电，啥都有。我先把这个床和被给铺上，让你们看看啊、哦。本来是打的是1.4米的架子，你们看这个像，看那都有铁架子，这个不是铁架子，这是木板，本来是打那种折叠的，然后就是你不用的时候这块板就能撂下来，但是现在用这个棍支上了它就撂不下来，撂下来你看这空间不大了吗？如果撂不下来，这不是空间小吗？其实一寻思撂不撂下也都无所谓了，以前还有升降顶能升到2米多，现在也都封死了，也不升了。你说升它干啥，就没闲心天天折腾它。这个床车是干啥的呢？就上来就睡觉就行了。我先把这个被啥给铺上啊。我想问问你们，就这墙纸有没有甲醛？我特意问他了，他说是热熔胶，说热熔胶不含甲醛。一般含甲醛不都是墙纸本身倒不含甲醛，就是贴墙纸的胶含甲醛，然后这个是自带胶的，他说热熔胶不含甲醛。如果我已经放了20天了，如果要是有甲醛，我就咔咔咔都撕下来了。人都说无醛不成胶，那你说家里那装修有的说啊，放10年都出不去，那装个修10年不能住还得，这20天是不是太短了？上床了，收拾收拾，两个灯啊，在这这块吃不了硬，上去得铺铺床。这个一会儿充点电，这个先关上吧。这个放在下边。哎呀，哦，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嗯，这个放在桌子上，咱没有桌子吗？桌子可以。这是床铺完的状态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这底下都铺的什么啊？看凉不凉。我也没买什么海绵垫子哈，这是一层床单，然后这是就是那种棉花的，挺厚的，这是棉花的，下边铺成这个，然后下边再铺一层防潮垫，这防潮垫可以放到底下，然后等明天早上起来呢，我以后就不铺了。我就直接就这样卷起来，完了晚上睡觉就这么撂开，铺一次也挺费劲，因为这个床挺大的嘛，都快1.5米了，其实用不了这么大，这边就放东西吧，这衣服就常穿的衣服，电褥的现在不用垫，现在挺不冷，然后在这边睡可以不这样的也行是吧，空间倒挺大。哎呀哎呀呀，就这样的，但是乱糟的衣服啥挂哪儿呢？这挂钩吧，经不住，一挂点沉东西就折。呀，磕死我了！真能碎开哈，够不够长？够。这边还能碎，这边还能碎，碎一个、两个，还能碎两个人。这其实这个床可以睡3个人。挺大的，很大的床。好个第三者插足啊！第三者插足是啥意思？我比较单纯，不懂那些意思。这打的都是胶，这个车里胶有点多呀。
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录的视频，他啥玩意儿啊，乱码七糟的，跟我想象录出来的效果不一样了。我想象效果是那样的，他给我录出去咋就跟叙利亚风格似的呢？要不以后别唱房车了，难民营吧。啊，专门收留流浪汉的窝吧。你说哎，乱码七糟的，就真的就是你带就是那摄影师不行，嗯，你说你咋火呀？就我带这个摄影师，我这辈子你就说我走到阿富汗去，我也不再火的，就是真的。你说就李子柒，如果要是，这样的摄影师给他拍，就没有当今的李子柒，李子柒也不再火的。人李子柒有一个好的摄影师，你说这摄影师，你说录出来真的就跟个难民营似的。这下拱着拱着才上来。这个关上之后，那挡板不是关，别锁了，锁了干啥呀？锁点儿，没啥事。这晚上是要是偷走？是你是香饽饽，还是我香饽饽？偷你干啥呀？那么大岁数，你也不是说的。我那叉拿下来点儿。哎，那么大岁偷你干啥？哪个山区偷放羊的呀？缺放羊的呀？那死能吃的呀？还挺大岁数，偷！别把我偷走了呀！我可是香饽饽，哎，光棍子那么多，给我拐大山去！我不干。你房子我自个儿搬，万一过走了。睡觉开一下窗户，现在没有蚊子，没事儿。不开窗户闷的。但冬天就可以不开了，因为它也四处漏风。但现在20度还是热，现在都1点多了，我都已经睡着了。但睡着了就做梦找厕所。我这在床车睡第一晚，我差点没尿炕啊。我做梦找厕所，完蹦到家坐下我就醒了，我说啊。就刚才我一醒的时候，我就说我是谁，我在哪儿。真的，我一看，哎呦，我怎么在这么小憋屈的地方，我说这是哪儿啊。哎妈，想了半天我才想起来啊，我这房车里呀。我晚上又吃西瓜了，这段时间可乐吃西瓜，每天半拉西瓜，今天晚上也吃了，我都忘了上厕所这事。一吃西瓜就乐上厕所，你说在家的时候你行起来就上，咱这房车不带厕所啊。哎，愁死了，那我还得上厕所，咋整？哎，我这手机充满了，在这充。哎，哎，我先给他一巴掌，给他打醒。我一打他，我一整起来他可不愿意了，真的，他就那样式。我要是他睡觉时，我要整起来他就哎妈，嘎，就这样似的。不行，我不整他了，我自己去吧。我给他整醒了，我得生一肚子气。他有起床气，他你要给他整醒了，他可不愿意了。我自己去，没事吧？没人偷我吧？正常情况下，晚上我是不需要上厕所的，除非我吃了西瓜和柿子这类东西。一吃西瓜和柿子，我就乐上厕所，以后可不吃了。咱也不趁厕所，你说怎么上呀？哎妈呀！咋整？有没有人啊？我上哪上去啊？上这里？只要不抬头，遍地是猫楼。咋整啊？没人吧？没人。我上哪儿啊？大树根下浇浇树去。我上这里吧。要不然上哪儿啊？没有厕所，只能自己找厕所了。这轱辘掐了，先不播啊。我回来了，你看那边来个车，在那照亮呢，吓死我了！我把我的闪光灯给关了。他会不会发现我大半夜他是干啥的呀？他真的别把我俩给偷走了。哎妈！哎呀，这块一坐还塌，还不能使劲儿。哎呀，
怎么关不上呢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磕死我了！哎呀，啊，磕死我了，脚啊，磕死我了！快起来，把这关上吧。气死我了，他这回醒了。磕死我了，刚才估计他还醒呢，睡觉吧。这下折腾，以后说啥得整个在屋里能上厕所的车。